老板要个这个锅拉头。对，是多少钱一个呀？这加菜7块，加油条7块5，再油条加的都加的9块钱。我要都加的。好的，9块钱啊。好，这个真的不会烫手吗？我做了一开始要烫的，我也做了11年了。好长时间了。以前学的时候肯定烫手，现在呢，有的技术掌握好了。好嘞。鸭蛋吗？那个是？是鸭蛋。我喜欢吃鸭蛋。好嘞。这个是什么呀？酱，猪油，猪油是不是香很多啊？香很多，灵魂直接出来。好嘞，再加上香菜。好，这个看着跟山东的杂粮煎饼好像啊。是像，口感不一样。口感不一样。我们新疆吃的这个好吃。这个脆脆的，香的，它是五谷杂粮蘸面。新疆特色，南瓜啊。好豆，好，要油条，要油条。你们这边都是脆油条哦，脆油条，喜欢脆香，好吃。来，谢谢。